你们只图安逸享乐，丝毫不顾民间疾苦。今天小爷就砸了你的寿宴。乾坤圈。放肆，把他给我拿下。哪吒，哪吒不要。哎，公主，我们先走。走了，哪吒。三太子敖丙是也。来得好，小爷正愁一肚子火没处撒呢。儿，你撑着点，父王一定会救你的。父母，三哥，该死的哪吒，本王一定饶不了他的。平儿，你想说什么？父王没听见。三哥，冰儿，三哥，三弟。
可恶的哪吒，我要你，不，我要全陈塘关的百姓给我禀儿陪葬。不可以，父王，父王不会是哪吒的，哪吒不会杀我哥哥的。小龙女，事实摆在面前，你居然还替这个贼人辩解。我不是辩解，父王，龙儿自幼跟哪吒一起长大，那什么样龙儿很清楚的。住口！父，来人呐，随本王杀往陈塘关。父，公主，父，父，公主，父，父王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您查清楚了别伤及后宫。公主，小龙女，你待在龙宫，我看着他，不许他离开龙宫半步。是。父王，父王，妹妹，父王你别冲动，父王你回来。哪吒，又是哪吒。是啊，父王，现在我们的计划被打乱，三位龙王也都已经回到宫中，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你派暗黑使者去杀敖丙嫁祸哪吒，这么做很好，我们就重新部署，先趁着东海龙王不在拿下东海，布置好陷阱，待他打道回府再来个瓮中捉鳖。至于其他几个龙王，我们另寻时机个个击破。是是。不知是哪位大仙驾到啊！这位乃是四海之首东海龙王。龙王，陈塘关总兵李靖在这厢有礼了。你就是李靖，你可知罪？不知大王所指何事啊？哪吒杀死我儿敖丙，畏罪潜逃，你窝藏凶犯，还想抵死不承认？我儿哪吒已经许久未归家了，若哪吒回来，我必定彻查此事，给大王一个交代。龙王大人，这其中必定有误会，我相公也不敢隐瞒诸位。哪吒现在确实不在府中，我们也在四处寻他。哼，我们趁早把哪吒给叫出来，否则本王将水淹陈塘关，让你旱灾变洪灾。今天本王既然到了，即便是倾尽东海之水，也要把哪吒给逼出来。爷在此。东海龙啊，你不是来声援不语的吗？那你又为何要回我陈塘关军旗？不但回你军旗，还要取你项上人头。我呸！你不但要吃童男童女，现在还把主意打到小爷头上来了。我看你根本不是什么东海龙王，你是东海大海怪吧？看见没有，这就是你们养出的孽子，口无遮拦，骄纵成性，却还说他不可能杀敖丙性命。你说什么？敖丙死了？
哪吒，龙大王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杀了他的儿子？小少爷，不是真的，对吗？李哪吒，赶快把事情说明白，若有误会，就向龙王解释清楚。娘，您别听他们瞎说，明明是东海龙王他自己玩忽职守，导致天下大旱，百姓无水可用。现在他不肯承认错误，还寻个理由怪罪到我的头上来。我是跟敖丙打了一架，不过他自己技不如人，又能怪谁？哼，你终于承认了。我承认什么了？哼，我踹他那一脚，他根本死不了。听见没有？哪吒亲口承认他打伤我儿，如今我儿伤重身亡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哪吒，快给东海龙王认错，求他开恩。你毫不知情，凭什么要跪下请罪？再说了，为什么你总是不愿意相信我？你愿相信这条蛮不讲理的老泥鳅？你放肆！小少爷，相公，你又打我，我没有杀人，难道连你也要冤枉我是吗？我命令你跪下。我不跪。我命令你跪下。为什么你永远都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一出了事情就肯定是我的错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作是你的儿子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你这个逆子。你终于说出来了。哪吒，你就承认错误吧，你爹他会帮你的。娘，我没有做错，为什么连你也不相信我？杨婶，你也不相信我吗？好，既然你们都说敖丙是我杀的，那他就是我杀的好了。小鱼的命就在这儿，有本事的你自己来取。那本王现在就取你性命。一错再错了，将军，小少爷也许说的是真的，真的。收！相公，你这又是何苦啊？小鱼的厉害！
老泥鳅！哪吒！哪吒！我的小少爷！你让我出去！我又何尝不想去呢？可是王叔说了，你要留在龙宫，不能出去，你就乖乖听话吧。现在不是听话的时候，魔王哥哥，你让我出去，你让我问个明白。连我跟哪吒同窗这么多年，他怎么可能杀敖丙哥哥？我也不愿意相信是哪吒杀的。可是现在，事实就在眼前。妹妹，你竟然为了哪吒伤我！魔王太子，公主她也是不得已的，得罪了。将军，相公，你快帮帮哪吒呀！放心，我李靖在，谁也不能伤害你们母子。不救，父之过。九龙王放了我儿哪吒，我儿哪吒所做的一切，都要我李靖一人承担。哪吒，相公，你快救救哪吒呀！相公。哪吒，爹，你不要怪他，我是冤枉的。你起来，爹，娘，娘，别怪。今日之事，全由我夫妻二人教子无方，只求龙王放过我儿。娘，你起来。姚纯纯任凭处置。毫无怨言。哪吒杀我东海三太子，罪证确凿。今日我便要哪吒为我儿敖丙偿命。李靖乃一家之主，求龙王放过我妻儿。家吧，哪吒自小都是由我带大的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把他教坏了。你要惩罚的话，就惩罚我一个人好了。求求你放过他们一家吧，求求你了。哼，杀人偿命。今日我若不取哪吒性命，我必定水淹陈塘关，让你们一个一个都替我儿敖丙陪葬。请龙王放过我儿哪吒，把我们的命都拿去好了。要是觉得不够，把我的老命也拿去吧。我求求你了，够了！老泥鳅，小爷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宁愿死也不可能连累爹爹和娘亲。不就是要我性命吗？好，我给你。你若是不讲信用，继续连累我陈塘关黎民百姓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哪吒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哪吒，闭嘴。爹娘，孩儿今日就剔骨还父，割肉还母，
把命赔给敖丙。既然你知道自己该死，现在就把命赔给敖丙。我坚强听令。这个给我，这个给你。哼，什么鬼东西啊？不就是一个破戒指吗？什么破戒指？这个你戴上，只要你想找到我的时候就跟他说话，不管在多远我都能听见。小龙女。哪吒出事了。
玉仙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父王，怎么多了一副碗筷？啊，老糊涂了，我这就撤了。不用收，留着吧。夫人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哪吒已经走了，他不想看你这样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哪吒，哪吒，娘，我都快饿死了，快进来吃饭。哪吒，哪吒，哪吒。都怪我，是我没有管教好咱们的儿子，以至于他一直任性妄为，犯下大错。你可以救他，但是你没有，都是你的错。夫人，夫人，这个是娘亲，这个是哪吒。嗯，要不要把爹爹也刻上呢？还是刻吧，娘亲肯定希望我把爹爹也刻上。小少爷，吃饭了。哦，来了。哪吒没事吧？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外事，给娘看看。是娘没有保护好你，哪吒。
娘真的好想你。主子，此番乃你命中劫数，若你能应劫重生，不但是你之幸，而且是三界之福。你稍安勿躁，自有渡你之人，且随为师走一趟。怎么也跟妖族打底？大王怎么能直呼其名呢？你应该称他为老丈人。想当年你们耍诡计将我打败，没想到今日本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你制服。妖族的奸细，算本王瞎了眼。今日我就要让你血债血偿，500年来刻骨铭心的痛苦，本王都会一一奉还给你。天罗神，地罗神，人离难，难离身，一切灾殃化为尘。灾为尘，殃为尘，一颗善心化善身，佛度有缘人。善哉善哉，贫道有礼。想必这就是真人的爱徒灵珠子吧？正是孽徒。灵珠子劫数难当，可叹我这哪吒徒儿杀气太重，遭奸人陷害，酿成大祸，还请观音大士出手相助啊。无妨，普度三界众生本为佛意所在。合灵为骨，藕丝为镜，莲花为心，荷叶为衣，甘露为神。头好痛啊，像是要炸了一样。保神守一，莫要分心。
要重造仙躯，还需同时取回生前记忆，两者合一，相辅相成。为师现在再助你一把，把你过往的旧事一并告知于你。接下来你将看到从前的一点一滴。陈塘关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小龙女。你这个名字真奇怪。你的名字才奇怪呢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过来。哇，哎，羽毛呢？这是什么？哪吒。爹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允许擅自踏出将军府半步，知道吗？啊，听到没有？爹，您都疼我了，轻一点。记住爹说的话，啊。好疼啊！管家。把他给我看好了。是。把门给我锁上。爹，快放我出去！娘，娘婶，快放我出去！破门仙院幽酒寒。来，老二，你知道吗？这昆仑仙院是由太乙真人所创，专门招收一些皆有仙缘的孩童。方告诉你啊，不论是在仙界或是在人界，都是一样的，只有万分之一的人体内留有这种仙骨，唯有保留这种仙骨的人，才有资格进昆仑仙院修习仙术，你懂吗？啊？嗯，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学仙术了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只要龙儿你喜欢的，父王一定会大力支持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啊？父王，您累了，来吃一个水果吧。你喂我啊！嗯嗯，好香，好甜的葡萄啊！昆仑仙院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啊，昆仑仙院好玩的事儿非常非常多。哎，父王跟你说啊，其中有一样特别厉害，特别有趣的，龙儿一定会喜欢的。父王，您快给我讲讲吧。啊，这昆仑仙院有一个法宝，叫御仙轮。御仙轮，那又是什么呀？啊，父王告诉你啊，这御仙轮呢，它是隐藏在昆仑仙院内的法宝，它来无影去无踪。传说中，只要得到它的人，同时能号令其他四件法宝。
好厉害呀！没错，只要能得到这些法宝，就能拥有无人能及的强大力量。父王，快告诉我，怎么才能得到御仙轮呀？哦，龙儿啊，御仙轮是要看缘分的。假如你跟御仙轮有缘的话，那他自然会过来找你做主人的。父王，我的金水令牌和御仙轮哪个比较厉害呀？